嚟啊！首先咧要教一教個 white balance， 但係原來咧呢樣嘢佢幫到手嘅喎。因為其實我係四分一 white。I'm such a bad, oh my god. Look, I'm gonna explain that because I'm a quarter Irish. Well, I say my boy, right? So, you know, white balance? 但是嚴格來說四分一 Irish 和四分三不是 Irish 其實都不是很夠 balance 的。是的，其實是有些 off balance 的，但也很好。但現在真的很白。Hot light on. 好低人，系今日咧，今日我揾咗唱歌好劲，演嚟好靓，靓仔，要求腹肌嘅边个啊？其实今日除咗讲音乐之外咧，我哋之后咧有其他搞笑嘅嘢。嗯，特地交翻俾你先。我交翻俾你先。呢个其实系我个新 MV 啦。是我首新英文歌 Shooting Star 的，因為我今年呢想做多些音樂，是英文、廣東話、普通話，我現在完全是自由身、是獨立音樂人，所以我就會盡量很多些音樂給大家聽，有一些很輕的音樂，有一些很輕的音樂給大家，即這個很 sweet 的，都可以令大家即sweet 的音樂出來的，畫了都兩三分鐘了，不是我意思因為個 MV 是三分鐘長的嘛，咁你畫到三分鐘個片咧，其實都幾係嘢。係佢畫個過程應該好耐，但係即係出到嚟係三分鐘嘅，因為我要跟翻首歌。咁畫咗幾耐咧？知唔知？我再問一問佢。係啊。咁都應該我同佢來回都一個月到嘅，即係我都想知道佢想聽乜，因為首歌係送俾我媽咪爹哋嚟結婚四十週年，所以佢哋都 inspire 咗我寫呢首歌同埋做呢個故事出嚟。iTunes 啊、KKBOX 啊、Juke Music 啊、Spotify 同埋 YouTube 可以睇個 MV。啊 ，there it is。嗱，依度咧其實可以揾曬，係啦，依個我嚟嘅。iTunes 都有 Sheldon 嘅 Shooting Star。咁啊，所有我啲歌，包括頭先啊 Jason 中意嗰首跳舞歌都喺度。嗱，呢個就咁啊。呢一 part 嘅音樂咧就講完啦，下一 part 咧轉頭翻嚟。千祈不要重播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去一去 break 先啦。當然唔係睇電視啦，係嚟打拳啊！但呢個燈光咧，你個樣好重，好靚仔，係咪？多謝。點解阿 Sheldon 可以咁 fit？ 點解咧？點解？因為我好中意。我之前咧就時不行，就跟個 friend 去玩咗一堂嘅泰拳，咁就哇好好靚喎呢個，成紫菜咁樣。我大聲啲咧，把聲就哎依度 OK， 一成一成，因為我唱歌咧要穩嗰啲位。哦 OK， 係啊，即係講嘢啲位。你啲咪嚟嘅都好喎，因為食雪糕。要保護個手啦，啲骨啦，同埋要保護個手腕。如果打咧，好容易斷嘅。O K。又喺呢度，咁難過跳舞呢樣。因為其實點解你條咁直嘅？我覺得，因為咧，我唔係亂咁出粉同咯。我做錯咗啲嘢。我唔夠長，我以為之前我再長啲嘅話，好快嘅啫。哦，咁我而家我 keep 咗。我咩啊？你 keep 住得啦，仲多過長過我嗰個。你個帶長過我嗰個帶 ，OK？ 我長過。俾我追翻知道嘛？唔帶唔得嘅，真係實驗，你真係要保護佢手。個過程就可謂長，同埋好似有少少麻煩，但係咧。當大家要打拳的時候千祈千祈要認真花翻對手。香港都很喜意武術啊，好中意打啊。係。咁啊，以前都有即係有學空手道啦，有。喂，等陣先。如果我戴咗呢隻套嘅話咧，咁我對左手點扣啊？我幫你。平時我用個口嘅，所以冇啊，我驚你食咗啲口水。OK。你有冇做過武術啊？打過拳啊？咁樣。
佢樣都好 fit 喎。啊，都係人。諗下點樣打佢啦。而家似係嗰啲打遊戲機嗰啲咁咯，好似。而家打啲觀眾。OK。打拳嘅基礎。Jab 同埋直拳呢兩個。Jab。Jab 其實前手啊，前手 Jab 就前手打出去直拳，然後咧 Cross 咧就係呢個後手打出去。Cross, okay.呢兩個咧係最基本啦。如果真係初初學，我諗最學呢。我睇過加菲哥嘅 Jab Jab 咁樣踢嗰啲咧。嗰個 MMA 嚟嘅好似，泰拳嚟嘅。而家我最想學咩啊？你識咩嘅？不如我教埋呢個巴西武術啦。我嘅咩啊？我唔識嘅其實。Yeah, it's like 你係左優定係正？右腰左腰都可以正常嘅，哦，即係講法啱啦。sorry， 就係右腰定左腰？我唔係想歧視你。我係右嘅。右嘅 ，OK。其實咧，我打拳係左腰嘅。我平時咧做所有其他嘢咧都係用右手嘅。咁我係打拳咧就係左腰，因為係比較少啲見咯。咁你我通常打啲左腰，即係打啲右腰嘅人咧，咁佢哋就。會冇咁慣，緊啲鏡頭。嗱，鏡頭係對方嘅頭啦。OK， 咁就係即係 jab 係快嘅，咁樣嘅。OK， 咁咧呢個有配音嘅。喂，我想講咧，我啱睇咗啲資料咧，新嘅 Star Wars 嘅戲咧，其中有個女主角咧，每一次係啊，佢每一次射槍咧，佢都飄飄。有啲人真係 cap 咗出嚟咧，係佢周佢個嘴係咁樣，嗱聽到嘢啦，聽到嘢就幫唔到啦，或者係都話即係打下打下，做得爆咁樣啦。咁後手咧係有做一啲 power 講啦，即係 knock out 哦，個衝勁個力大啲嘅，個力大啲咯，呢個手係大啲，因為你要用成個腰哦咁樣零十咁樣轉，好似跳舞師一師零腰零。認真啲，認真啲。OK， 好。當真係要比賽嘅時候咧，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嘅練習同埋訓練嘅。今次我哋今次第一次去練拳咧，就有少少係玩嘅成分嘅。但係，阿 Jason 話佢好想感受一下俾人。我想講個老婆好難驚，唔好翻到去好難受。嚟嚟嚟，嚟啊！呢個羅馬戰士嘅感覺。我們現在認真一點，我這個教練和 Sheldon spy 一下，多謝大家收看我們這一集的 Jason crossover Sheldon。 下個星期就會有多一點的 boxing 和多一點的食 tea， 是嗎？即係一個 continuation 嚟嘅，咁就慢慢咧睇到話 Jason 咧由一個啱啱初學者咧就會去到上擂台打啦。唔係，其實每一個拳手咧都係好努力咧，每一日都要 training 啊，同埋係擺好多心機，我都過嚟同時打一場啦。咁啊，到嗰三個月咧，我係非常之努力啊，每一日都 training 係唔會俾自己，所以我哋真係要 respect 即係。冇錯，或者冇咩武術都要 respect 嘅。所以我哋拍嘢係玩嘅，但係如果真係要學嘅話咧，要認真去對待呢件事。
見。